球场的风也放在我身边，我还沉浮着，你走进了我的双眼，真的未曾有缘。从你微笑中。不要介意啊，这个是我昨天清理的一口。能看清吗？我应该这样看。今天你快乐吗？为什么不快乐呢？嗯 作画。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有点驼背啊，这样呢，这样可以吧？我很久没有写过字了。我们把今日的日榜右康是谁啊？我懒牙哎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
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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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久没写过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写了，手动麻了有点，写一百遍，我太久没有写过字了。我很久没有写过字了，我奶爷就是小傻瓜。乘以100。我看看二是谁啊，在老马怀里系团宝。乘以100，乘以100。不过他没看到，他应该不在。我还去抱着修神哄团宝。完了，我以前是写连笔的，现在笔锋都不对了。抱着修身哄团宝，乘以100。波波，情商大画家。心乘以100，乘以100，红领巾要凉快一下。乘以100，乘以100。OK， 还有谁啊？18岁天才少，这时候要咬这这个，可以看到你说话，你尽管说话就好了。有五韭菜扎饼，扎饼乘以100。饼乘100。
子从彤彤一人，哎，此彤彤非彼彤彤。哎，从字怎么写了？忘。画上我自己。告诉他，我们不告诉他，听到了没？看不懂在干嘛？就是在写字呢。D V D Z Q。感谢一下榜上大哥嘛。佛系钢铁直男，充100，哦。OK， 好吧，这个有点拉胯，这个男有点写歪了。OK。是阿姨给做的饭，今天都吃不进去了。
不不，嗯，是因为之前可能大概有些人就是过来随便点了一下，然后就忘记来看我了，就是这样子。阿姨，这个做的是什么呀？要换睡衣吗？还好。可以，今天我把门关了。我也没看懂，但是有芹菜，有肉，还有豆干儿。应该是。玫瑰花。左青龙，右白虎。
个很好吃。嗯，这个好吃。明天几号啊？26号，26，厉害哟。嗯，排骨很好吃。这是一个问题，这问题不好回答。酱大骨很好吃。那个我也喜欢。错一步，步步错。我好像在光着吃饭，吃的啥？吃的饭。我真的好像在
光着膀子吃饭。吃的排骨、芹菜、明天挑。这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饭。我得赶紧给它吃掉。一天就只有一餐。我还记得那天你离开了我的双眼，从你微笑很淡然，只会曾遥远。雪上加霜，可还行。差点没呕出来。
我吐这个米饭是因为我，就是米饭硬住了。这个是你们说要看我吃饭的。胳膊刚刚只保持一个动作。憋住了。嗯，吃完了。今天我很厉害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。我吃了六块排骨。先欠着行吗？这样吧，支付宝给我。把 ZFP 给我。我去你的！等我去给他转一手去。
但是要我买，我先买回来，然后阿姨会帮我切的。今天没有芒果，不想吃不动了，我只能吃下去水果。2500一个月，那不是应该说缺叔叔吗？我想玩大富翁了。我想玩那个小小梦魇。不对，我跟你们讲。南哥，吃点行。
我爱吃，我愿意吃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今天肯定睡不着了。我晚上那时候，昨天晚上喝咖啡了来着。我记得我喝咖啡了。吃啥呢？谢谢杰哥的5张钻粉卡。吃梨，去睡觉吧。没有。我没有，那我一会儿卸完妆再说吧。我没有。谁喝酒了？晚安。去睡吧。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一下，嗯，请你尊重我一下，讨厌，烦人巴拉的。我们还没有谁没有开钻粉，谁？我看看，不要点名吧。我们马上就到100人钻粉了，他等那个双倍卡。不对，现在问太晚，明天晚上再问。那你说个屁！烦死了，搞我心态是吧？嗯，啊，哼。还差24个老头，我希望你们自觉一点儿。我还记得那天。
烦死了。塞牙了。头发进菜汤里了。啊，好香啊。一股洗发水夹着排骨的味道。好难，好难受呀。眼尾是不是可以再拉长一点？可以呀，没问题呀。我们现在开始拆快递吧。一个一个拆，一个一个拆。我明天的声卡，好的，知道了。
双眼，想你。我不知道这个声卡是我的吗？这就是我价值30000块钱的声卡和麦吗？我新换的这一套30000块钱。
个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声卡。哎，如果我还播不起来的话，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。摄像头我也买了最好的摄像头，也20000多。声卡30000，摄像头20000多。我原先的那个单反是 RP， 我后来买的单反是 R。我等于这个月就是白干了预支的工资，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微信都发不出去红包，是因为我这个月预支了很多工资，我把我下个月的工资给预支出来了。最好的现在是什么娃娃脸吧，然后卖最好的就是这个纽曼，我不会安呐，我也不会安呐，就是这个卖就20000多，声卡多少钱我忘了，几千。卖是20000多，就是这个卖啦。不是30000，声卡加卖是30000，这个卖是20000几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这两天很焦虑，其实说实话跟那个公司其实也吵了很多架，但是一般都影响不了我直播，影响不太大，但是今天我真的有一点，讲真的，它会左右我的心情，因为最近我压力也比较大，我最近换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也害怕我换完了之后又就等于我这个月什么都没干，好难受，烦死了。就是我害怕我换完了东西，就是还是不够好，就学渣，装备来就文具多，哎，怎么办呀？
换完就拉了鸡鸡，能给他一个360吗？可以吗？就是一句，我的意思是说你害怕的原因，大喘气，大喘气呀。他们一般不会360的，他们一般禁言都是一分钟。没事，禁言是一个传统，不要太在意这么多细节。这玩意是放哪儿的呢？我不会安呢，怎么办呀？我不太会安，怎么办？好焦灼。我今天牙都肿了。说明书都是英文的，我看不懂啊，我也。我还记得那天。是这样吗？这个是放哪的呀？你睁开了我的双眼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句激励人的话，但是你不能去恶搞。这怎么弄啊？到底是这样吗？这个是搞哪的呀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一句话，真的，我有可能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，我觉得。车祸睡着了，是不是我缺了一点东西啊？会不会是我缺东西了呢？就这里是这个头也不是，然后这个头也不是。肯定是我缺东西，这我缺东西啊，我缺东西。半天是个空盒子，真无语。哦，哎，旋钮放松，旋钮在哪呢？你告诉我。我都在这拧半天了呀，
对，不对，然后这个东西也没有地方插，啥呀？大无语事情发生了，被猫尿了。我在确定啊，完了，怎么办呀？没看我刚刚去洗手了吗？我麻了，我。我疯了，我纯疯了，我。
我太背了，我，这个到底是弄哪的呢？这个我不太理解，他应该给我给错了吧 ？ISK 支架给错了，应该是装不上。不是这装不上呀，这个不匹配。我太难了，应该给我发错了，支架发错了。麦克风的线被猫尿了，就是发错了。结束了悲惨的一生。我不敢放外边了，我害怕他俩又把我妈把我支架尿了。感谢谢谢大卫魔术师的办卡。我没有支架，我那个是手持的支架。这个小盒就是你永远的家，毁灭吧。还不能关上，他说这个麦要感觉一下，要感觉一下这个屋子里的温度和湿度。我的天！我还必须要把它拿出来。放卧室不行，我卧室太那个啥，我卧室太热了。我因为我进门来就看到你写你快乐嘛，我感觉我忽然好感什么？好感动吗？我是不是要去看看？感动。别说了，哥。信任。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哎哎哎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。谁跟我说话？
先把爱是那么是那样的，就我不说嘛，支架发错了。说支架发错了，不用给我发那个，这支架给我发错了，我疯了。感谢大卫博苏斯的又一张霸卡。可以了，当然可，只要你不觉得我很衰的话，你就可以。大哥，考虑开个钻粉吗？我是属于什么主播？你要不这样，你把你现在，我说了，我现在麦克风没有支架，没有支架，我那个没有支架。我是舞蹈主播哥哥，我是舞蹈唱歌斗地主，单机游戏主播。你看。我那个安不上，我那个安不上。啊，还有深夜食堂主播，对对对。你这样，你可以点一支舞蹈，我可以给你跳一个，或者你点一首歌也可以。现在你是准备下了吗？没有啊。咱也夸一下，我那个支架它不行，它是跟着，就是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，它这个麦克风，每个麦克风的型号，我这个型号是跟那个型号是一样的。不会不行，我今天就要给你展示，你说嘛，你想看啥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觉可真是睡不着了，我太累了。我不会猜，别说了，我猜完之后我就安不上了，我明天我就安不上了。毁灭吧，我一点都不笨，我根本就不笨，好吗？毁灭吧，我今天好背呀，我今天。别说了，为什么还拿这种？为什么还要拿这种？我没有过一星这种话来伤害我。你是谁？你有什么居心？你说。哈，谢谢芒果的三个月钻石粉丝，波波波波。哦，我还是一个波波主播。
你闭嘴吧，这个苹果味的情人直接一手给我插出去，快点。直接一手给我插出去，我真无语了。下播了，不播了，不播了，退鱼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各种笑了都，真的。直接，各种笑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别谢我，谢你自己吧。不要谢我，我啥也没干呢，我可。哎，芒果是房管吗？明天给芒果一个房管吧。走了。我今天晚上，我感觉我可能是睡不着了。我要让他去感受温度与湿度 ，OK。拜拜，拜拜，芒果，我也真的去睡了。OK， 我以为你要看我干嘛？我下了，我要下了。拜拜。早点休息，你们，我感谢一下，感谢我懒人爱就是小傻瓜波波，还有他昨天开的那个，昨天开的一年专粉波波，感谢团宝，谢团宝波波，感谢秀宝波波，谢谢芒果波波。感谢仔仔波波，感谢小猴波波，谢谢扎比波波，感谢艺人波波，谢谢地位波波，还有没有在榜上的哥哥们，谢谢哥哥们的支持跟陪伴。毁灭的一天过去了，我们新的一天才刚刚开始，拜拜。拜拜，没有人理我，怎么回事？